观众欢迎再回到亚运院力体操个人全能决赛的现场。目前在场上呢进行绳这个项目表演的是中国大陆的选手邓森月。水平旋转加柔韧的一字转，三绳抛，持中间单绳抛接的时候持一头加一个反跳跳，这套绳比他刚刚那套环的完成率又更好了。我刚刚在环邓森月呢是拿下26.150的分数，就是可惜在他那个结束的牙，看神有没有机会。所以在运力体操的评分呢，有艺术得分，有技术得分，还有一个完成度的一个得分，三项这个分数的一个总和才是你这一套表演的一个得分呢。是。这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啊，又必须要顾到身体的难度、跳的幅度啊、旋转的圈数啦，那平衡有没有明显的停留，那还要再顾虑到手具，就是器材方面的操作，又不能够只是拿着它把它当做一个装饰用，必须要动起来。好，邓森月呢这套表演完看起来心情是好一些了，要看一下他这个绳这个项目的分数。好，26.450，26.450分数也还不错，比昨天稍微好一点。